说有些人他可能做了三次或者五次，就标明上，然后就这边有。做盒饭。好的。今天还会可能啊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小几口人？戴口罩。两个人。把口罩戴上出来。知道吗？把口罩戴好，门口等着。疫情期间，小区里送的菜122。你看122买了这个菜。花122，这是我买下的菜。我签着了。看看这50块钱的东西。有三东西对不对？都正选，50块钱的菜，这就正选东西。一个茄子，一个两个土豆，一个两个红萝卜。啊，好，没错，疫情期间啊。隔离期间买菜的状况啊，白玉色的，我看是白的，看到了，玉米黑的，对对对，玉米怎么卖？还有绿的，1块钱3个，10块钱3个。看看我们的蔬菜供应。哎呦，跑三转买个好吃也买不少。都没有了，不让进去怎么买菜呀？今天小区也不让出门了，不让出也不让进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得劲呢？又一轮的核酸开始了。早日打出防控形象。当前全区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广大居民群众要自觉或者临时性管控。